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20年华为手机杯中国男子围棋甲级联赛另外一场比赛。那这两支队伍呢，分别是深圳对北京民生银行队，啊，也是主将之战，是由柯洁对阵申敏俊。他们俩也即将是 LG 杯的决赛的对手。2月份，对，是。所以这是一场焦点之战。我们看到的依然是现场画面。柯洁是民生银行信用卡队的主将，申敏俊是深圳红发队的主将。今天应该深圳队的成绩还是可以的，好像是。这个申敏俊这两年进步也非常快，现在是韩国等级分排名第3呢。就是韩国著名的二生组合之一。对，现在感觉上这个他跟朴廷桓呢，可能申真旭可能会强一点。但是状态好一点，但他跟朴廷桓感觉上都是很难对付的棋手，还是对。曹新然这是深圳队的，蒲小雨这也是，这是也是03年出生的一个新锐。03年呢，很年轻啊，非常小。这民生银行信用卡队，民生银行信用卡队今年启用了很多新人。这是10月9段，对范印。10月是深圳队的。这个赛制相当于是就是一天下一盘儿，每天下一盘儿，中间没有休息。是这个，对这个精力体力都是要求非常大。这是荣毅。荣毅今天状态很不错，在深圳队。胜率达到70%吧，好像胜率非常高。好，我们刚刚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他叫不出名字，但实际上黄老师是不是认识？对，我基本上都，但都很厉害。其实他们，这陈豪新，这是04年出生的。对，这个我就很陌生。民生银行队的小将，是。现在围甲的赛制也是每方是2个小时吗？每2小时基本时间。那就也是缩短一些了。是中午开战，11点开始的。11点开始，那就午饭时间就是就不没有了，没有午饭了。大家这赛场边上有一些点心什么的，大家如果饿了就吃一点。没有封盘，没有了。对，这也是因为 AI 出现之后，为了避免可能这个通讯设备有作弊的这种可能性。对，因为中午的这个就太容易那个。这是谈笑九段。这位是谁呢？李湘雨，重庆队的李湘雨。李湘雨。虽然很多年轻的面孔。这位是蒋其润。2000年的何雨涵。黄老师帮我介绍一下。99年的重庆队的。年纪都非常小。其实都成绩都不错，他们这次围甲好像，尤其何雨涵在重庆队发挥挺好。好，我们回到棋局里面。这个柯洁对申敏俊，这是一盘预演吧，他们这个 LG 决赛之前呢，也是对他们自信心也非常重要，这盘棋的。是。对接下来的 LG 决赛。LG 杯是在明年的2月份。2月初。好，柯洁是白棋，申敏俊黑棋。申敏俊呢选择一个现在很少见的这个对角星，因为从大天幕的角度来说呢，这个你如果黑棋不把自己模样撑起来呢，如果拼这个细棋打散的话呢，我觉得白棋总是欢迎的。打开手脚，黑棋。手脚。白棋点脚，这，可能是挡的这个边，对，然后这时候柯洁也是选择了很稳妥的这样下，不知道刚才如果还是拖回下阵，那盘棋会下成什么样的变化。柯洁呢，好像柯洁一般好像都是顶着扳的，他不会去走这些大型的定式啊，以免进入对方的圈套，他觉得没必要，可能是，他还很自信的对自己实力。
然后挂角，嗯，挂的那个方向可能是，挂在这个，嗯，挂的小黑手，嗯，没有吗？白棋是顶的吧？啊，对，白棋是顶的，嗯，看的方向，对，你看，嗯，跳，嗯，还是拆了一个，嗯，这都是很正常的，嗯，啊，他可能是先挂了一下白棋，在这个挂那个角之前先挂了一下，嗯。然后再、哦、再走成这样的，对，嗯，然后这个棋呢，其实这个棋这个地方打起来也非常大，嗯，如果是最普通的打了，这个力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对，这样呢会局面会比较漫长，嗯，当然这边也是很大的，当然这边也是一个焦点，嗯，嗯，实在呢，这个柯洁呢他是点的这个，嗯，直接就定型了这个棋。点挡啊，这样比较简明点这个，嗯，以前其实我们很少下这样的，对这个大飞脚都对这些点呢是一种批判的一种，嗯，一种态度，因为觉得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些俗，但是现在来看呢这样下呢也就非常的简明，对，也不失为一种，嗯嗯，一种下法，因为尤其是黑棋这边是这样的配合的情况下呢，这个头虽然很硬嘛，但它的效率并不是太高，嗯嗯，是，对，白棋这个实战呢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个下法，嗯，对，因为这个大飞手脚它空间大，从认知上觉得这里边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嗯嗯嗯，对，总想在脚上，我们以前的想法总是从想在脚上去收的， 对， 对吧，搞点事情，像大飞手脚我们总想将来保留这些脱断啊脱了扳什么的，是，但是呢好像现在 AI 时代以后呢大家都是从外面着手，就让你围这个空，嗯，就让你把脚上围上也没关系，嗯嗯，那从这个层面理解的话，嗯，黄老师是不是，嗯嗯，大飞手脚比小飞手脚嗯会更常见一点，嗯，会更好一点呢？反正是这个 AI， 对对对，你说对 AI 的角度来说呢，可能是大飞比，因为我想的是，既然白棋都是从上面走，那大飞比小飞围的大嘛，对？对，从上帝视角来说，可能确实是这样的，嗯。嗯，因为你小飞的话呢，白棋也是从外面尖冲的，也是从外面走，对，那这样围的就稍微小一点，嗯，对。这样既然同样的话你也是白棋也是从外面走好的，你可能确实是走大一路可能会好一点，嗯，好，实战白棋是点这个，嗯，啊，嗯，这手棋我想柯洁可能应该是有一些研究的，对这个局部，你他既然点这个嘛，嗯，点这个的话呢，那他肯定是对着之后的变化呢可能会有些研究，是之前就这个点的下法在对局当中出现的比较多的是，黑棋一般来说这边可能会有一颗子，嗯，有一个拆边，嗯嗯，然后白棋是作为打入的一方，对，然后这样简明的处理，嗯嗯，啊，现在是比较空旷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少见一点，是这样，黑棋，嗯，选择了一个很古典的飞啊，嗯，它可能一种，这时候从局部来说呢可能有三种下法，一种是拆二也是比较长，二种爱一个飞，实战的飞，爱一个拖，我估计呢这个小生呢他拖的话呢我感觉他可能是怕这个地方打下来白棋，嗯，好的，冲下去，嗯，对，这样冲下来他可能是担心，嗯，这样的话呢这个定式呢，因为被白棋打起来呢，可能这个他觉得这个白棋这个配合太好，嗯，这个子的位置恰到好处，嗯，所以他实战呢就选择了一个我们经常以前经常下的飞一个，嗯，嗯，反正飞一个大家记住，就是一般来说不要老老实实去尖了，尖的话呢就被黑棋太如愿以偿了，这拆二，嗯。嗯，这时候呢要不其实这个碰也是可以那个考虑的，以前我们，嗯，你如果搬，嗯，这样再尖角，这样也是可以的，对白棋来说也可以满意，嗯，如果你搬了它就断一个，嗯，啊，黑棋，嗯，啊，这个是否跟争子有关系呢，嗯，打一个，但是这时候我是不是一定要争你，嗯，我可能就拐住，我觉得白棋就可以买，嗯，是，
如果长，我就这样压住，我觉得白棋也挺满意。那感觉白黑棋的子力都处于在二线上啊，不是很舒服。实战柯洁没有啊，实战他脱先了。脱先的话呢，这个局部呢，他选择了一个很激烈的打出来。其实正常的话，打了力也是可以比较简明的下法。显然他这个觉得这个地方，他觉得这个地方有个子，他觉得打出来作战也是可以的。跳过来，黑棋跳了。实战这里呢，其实也可以飞，也可以尖，但是飞一个也是一个常见的下法。飞的话，黑棋就脚上，对，搬一下，搬一下，大概是拖一个。拖了虎吧，好像是。拖了虎挺厉害，有可能白棋就打拔了这个棋，因为这被虎一个这个扳首先特别大，二个呢这个地方外面要夹出来，就有断点，局部好像不是很好硬，现在是，这外面这白棋打这，这外面好像黑棋是不是直接就能断了呀？打这个应该是不行的，你打这个的话呢？你打这个的话，首先你这一扳我很舒服。这是。这倒是一个问题了。粘上。不是，他可能是打这个，从这边打出来。打这个。对。如果提呢，他就是这样打。这个棋形呢，白棋如果吃不掉黑棋的话呢，这个将来这个拐是绝线。白棋自身还有一些毛病，这个地方你很，这个地方有冲出来，猴冲出来，你夹的话被冲断可能是，所以呢，这样被藏出来呢，可能是白棋局部不太不利。对，白棋实战，白棋这个时候如果不粘打劫也不行哈。白棋怎么啊？你说这时候不粘是吧？就不粘这个啊？那打劫外面，我因为我这个地方断有劫财啊，自身有劫。对，我真的跟你打的话呢，这个地方劫财还是有关系。你比如说我提，你这是不是你要劫财多的话，你要铺这个，你提。我比如说我铺一个。我提，你也许这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劫财了。首先，我这个地方你打，我还可以接住，我这还有一个劫。总的来说，就是可能白棋劫财不够，而且我现在可能提了黑棋，白棋也亏了。对，是。总的来说，你这样下呢，可能会劫财不够，因为这我这地方有好几个劫这一段。可能这个地方如果白棋这样强攻的话呢，黑棋这样棋打了度过可能会比较厉害。就黑棋这个棋形很有弹性。对，很有弹性。看起来好像这三个字有危险。但是因为脚上有个搬了虎的。有个搬了虎。手段。实战白棋是尖的这个位置。然后黑棋是拆二。拆二。白棋是尖的。这个尖呢是好棋，这个局部。为什么说呢？你如果是直接藏的话呢，它就有一个二路透点。你如果挡的话呢，那它这样先手爬过，虎我再逼过来，这样的话呢是白棋非常满意。你如果往里面藏的话呢，那白棋就跳一个。你肯定要往外飞嘛，这棋呢，因为我这有子，我可以强行的靠住你，靠住你。这黑棋，对，首先扳是有点过分。对，扳我现在可能，我能不能加你是这样冲出来的。好，但我直接断就可以了，断你也受不了。
你这样被我打下来，你被我打穿了，你。打穿了，这块漆很苦，这两边很苦，这样应该被打穿应该是不行的。是。你如果被我靠的话呢，你只能顶的话呢，那我这样能够挡住呢，我这个子发挥很大作用，你将来断我仓，我不怕了。嗯，这样的白棋呢也是不错的。嗯。实战白棋、实战申敏俊呢，在这个地方走之前先搬了一个，这也是非常好的一步棋啊。他申敏俊他总体思指导思想还是想往外走，不愿意被白棋封进来，所以呢，他这个走呢，这个地方呢，申敏俊局部还是下得非常好的，实战这个柯洁还是使出这点的手劲。对，但是呢，申敏俊这时候一断，因为你如果先长，我再点的时候，你这时候肯定搬不着了，搬我肯定糊这个了。嗯，所以他先搬完了，这时候有一段留下来这一个段的这个伏笔。对，这个段也是这个里边常用的一个手筋。对，因为什么说呢？你现在如果其实从实战的角度来说呢，柯洁可能还不如这样转换了。嗯。就这样打，黑棋拐掉，然后白棋再逼过来，这样也是一个差不多的局面，各有所得的局面。实战的段呢，柯洁呢，他选择了这个交吃，是，他是交吃的这个吧？对，他是交吃的这个，然后呢，是吃的这个，然后白棋是立，因为这时候白棋你如果从这断吃的话呢，就很难受了。被他一提的话呢，你还不能虎到这个地方，你虎到这地方被黑棋这一打完，这拐还是先手，你受不了。这个拐先手受不了。你如果只能拐在这的话呢，那这个地方呢就有点不舒服。那白棋就抢到这个。这个局部呢，白棋呢就没什么空了，这块棋没有木了。这三个子吃的也不是很大。对，你关键这个地方将来被这一拐呀，非常大。拐将来有一路有搬了爬过，而且拐完以后这白棋还没活。对，虽然吃了三个子是值三。我这一走你还没活。是。这就回到之前的实战，所以呢柯洁他不愿意这个地方去吃这三个子，他觉得吃太小，他就立了一个。那所以说呢，这时候这几手棋交换呢，这个黑棋呢就大大的获利了。因为你现在你不能再吃了呀，你再吃我这一虎，我变成先手了。刚才是这样的局面，是白棋先手，现在我接你不走的话，我一接你这两个子死了。是。通过这几个黑棋这个，通过这几手交换一下，这个虎变成先手了，那白棋断然是不能那个接受的。所以呢，这就是申敏俊啊，这个局部下得非常好，先搬了再断，再往外长。所以呢，这时候柯洁呢一看呢，他抢不了先手，他不能走这个，他只能长这个。长了一下，然后黑棋是粘上。其实这个棋呢，局面进行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黑棋还可以。黑棋呢，其实只要老老实实的拆个二，这个棋呢，这个局部呢，黑棋就挺满意的了，挺满意的了。将来这挡还是有先手的，对，挡完将来有一个这样的一路扳的劫的打劫的手后续手段。但是实战只是敏俊走了一步，他可能想下得更积极，想这就高效率的一手棋。但这个棋呢，黑棋非常机敏的加出来，对。申敏俊他设想是靠的时候是希望白棋，他可能就希望长或者搬了，那他很舒服呀。你这样走的话，他希望看到的图，他肯定是这样啊。这样比单独拆二的话，对，要效率高很多。对，或者你如果长的话，他就再飞一个，这样他也是棋形比较充分。这两个便宜了，便宜，因为你将来如果尖的话呢，就棋形会显得很局促。是。所以柯洁呢，这家也是好棋局部，破坏了这个黑棋意图。对，家，只能藏起来。
接受控制。然后压住。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看起来好像还是漏洞挺多的，黑棋。实际上柯洁呢，他是为这个动出做准备工作。因为他这个局部呢，他有很多，一种是扳，一种是长。他长的话呢，可能担心这个地方呢，沈敏君压。虽然你看起来能把它分断了，但是这个棋呢，有可能呢你把这几个吃了，可能不一定便宜。断。长。白棋扳。黑棋呢有可能就弃子了。关键弃完子以后呢，你这个地方要补一手。你如果不补的话呢，将来这个地方被挡是有先手。你如果提的话呢，它这个地方局部这一段断完这一间。这个棋呢就是出问题了。所以你如果再花一手棋去补的话呢，那白棋这个黑棋抢先手呢，再占其他的大场呢，这个地方白棋吃掉并不便宜。大概也就20目左右，对，加底下的这个角都没了。对，所以呢，他柯洁他想的呢是这个地方，我这个长可能这样冲击他不太好。他可能是想搬出来柯洁，然后呢，我这断的话呢，他尖这样。这样来。但是现在这有个问题啊，这白因为这样的话呢，黑棋接是先手，下一手立马要断了，断了长出来。你如果补外面的话呢，我这断了长出来呢，很严厉。这样白棋没什么气了。对，所以说他如果这个接先手的话呢，将来黑棋直接靠呢，白棋可能外面扛不住。对。所以他现在在这边做准备工作，柯洁。现在这边比如说走几步以后，他在想是不是能够搬了尖出来。然后黑棋是扳。对，沈敏君呢，他也看透了这个黑柯洁的意图，所以他马上就补了一个。那时候呢，就双方各走各的。断的时候，黑棋没走，黑棋对避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局部走不好呀，你走什么都是走不好的。没什么好棋走。他就差不多看成你长一个，我再跳过来。因为你局部你也走不动。柯洁实战是搬了这个。对。他觉得这个地方定型也挺大，敏君接住。虎了一个。然后黑棋。虎一个。这手棋是不是大也值得退桥。这边其实那个脚上也挺大的。但这也符合沈敏君他非常厚实的棋风，且非常厚重，他可能担心被白棋这一长啊冲过来也很大。黑棋这一串还没有眼位。对。柯洁这时候是打了一个。这个局部来说呢，他也许是这样长一个呢可能会更加紧凑一点。黑棋跳，他在尖刺，这样可能会更加紧凑一点。对，这样你如果你正常的话，尖一个呢，他就能就靠住嘛。这样攻一攻，顺势能把脚上的空围住。实战呢，他是真吃掉了，因为这真正好真之有力，他就这个子就真掉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也给了黑棋一个。脱先的机会吧。黑棋这边是不飞，可能是还是应该往里面飞。飞这个飞的话，对，白棋 你如果硬的话呢，那他就是正常的把这个守住就行。这样的话他能飞走一下呢，好像就是眼位还是好不少。实战呢，这个沈敏君呢，他选择了飞这个。飞这个，但是在这个局面下，我觉得他没有太多实际性的价值，因为白棋这个子已经都争掉了，你在这一带走棋的话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然后他顶了一个。
所以摆起来说，它这个方向呢，总是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这边很厚嘛，我这边让你在我的厚的这个附近行棋，所以摆起来说总是开心的。然后黑棋是接着。这没有真掉是吧？哎，怎么跑出来了？这个棋。我开始以为真掉了，但是他这个跑出来，总觉得很，也是。对，哦，刚好争到，对对，争不掉，这颗子有用。但跑出来感觉也是很过分的一步棋。首先，我从局部来说，我藏在这好像，白棋好像也这个子也救不回来，因为顶的话呢，你即便救回来了，可能也不便宜，我再冲下去。那出来的话，靠这样的棋，可能也不便宜，我感觉。这样是不是你就只能这样？你就只能靠这个打吃。但我冲不冲也是很，而且这地方我即便挡住，好像这个气。对，黑棋不，这个子肯定救不回来的。这个对。长被我搬，你就大概是走这个，我就冲回来。总觉得很无理，这个跑出来，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对。实在呢，柯洁可能。白棋是吃的是这个。对，吃的这个，然后黑棋打，白棋是提。白棋还有一种选择，这时候就是我接上，你这肯定要提，对吧？然后再跳下来，好像这样，白棋、黑棋也挺难办的局部。跳黑棋大概只能拖了吧，拖回去，我顶一不能顶，撞气，然后粘上那我棋。棋。这样就是白棋、黑棋想跑这个，就被我冲了一打的话，气全是紧的。从局部来说，好像也不太好办似对，的。这黑的要崩溃呀，局部不太好。反正因为你如果团呢，好像这被我一挖，好像也是那个什么，也挺难办的。那是不是冲一下团呢？啊，冲了团，那我接住这个战斗，觉得好像，总的来说，感觉会这一单是有对，有些点勉勉强，有强，些勉强，好像是有些勉强，可能也是一个机会吧。可能柯洁他当时打的时候就想实战这样提掉就可以了。但有时候，往往这时候形势判断是挺难的。然后打了一扳，这时候千万不能贪图这四个子啊，去接这四个子。虽然我吃不掉你这几个子，但是我这一打，这一闷打，你这是痛苦不堪了。这棋局可能立马就结束了，可以说 是。这个棋形确对，实因为你跑不掉，你只能打这个，这两个字被我提起来，这个太大了。对。所以呢，这棋呢，这个申敏君呢，他也是接住了。可接长，断一个。长断。他为什么要断？我实在是不太明白。其实他搬的时候，他搬，我觉得好像白棋也要打吃。等于相当于他实战是断了一打，他再打这个，反正没什么便宜的。搬的话呢，相当于你现在你也可以走其他的大场，直接点脚，你没必要在这打一下。他可能觉得这打一下也不亏，可能是明君，但是将来被拐过来的话呢？没什么必要，总的来说，这个还不如直接搬白黑棋断。二十，点三三。因为你现在的这个局面呢，柯洁呢，因为还是捞了很多空啊，这边吃了，这地方如果再被白棋搬粘的话，黑
实就有实力不足的嫌疑。嗯。点。嗯，冲。他虎在这的意图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黑棋点应该可见。嗯，那现在黑棋是有两个断点。嗯，白棋那白棋肯定是不能断这边，断这边毫无疑问就被黑棋吃掉了。对，就是断完之后、这角能吃，但上面对那上面被冲断了，出问题了。对他只能是断里面、这个棋。对，实战是断的是这边、所以这时候他断里面这个子就比在这接在这好了。你如果接在这的话呢，黑棋毫无疑问吃掉以后呢，那黑棋还是先手，对吧？这里是个先手活。对，你现在虎在这呢，黑棋就必须得补活了。是，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柯洁要搬虎在这防这个跳，是吧？站在这儿。黑棋这边团一个。直接搬了一个，搬一个呢，可能我觉得他可能稍微有一点随手，我觉得是不是？他如果他搬完再立的，实战是，搬完再立呢，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还不如先立掉呢。先立掉，你如果团的话呢，那我再搬了。你如果还是吃这个的话呢，那我就吃这个。把这两个的吃掉了，也很大，实战呢，他没有力到这个时候呢，柯洁可能突然发现呢，我如果现在来吃这个的话呢，被这个一路打呢，那白亏了四目棋，你虽然也能吃掉，但是被一路打了爬，这差四目就差太远了，所以呢，柯洁呢这时候觉得有点不对劲，打的时候呢，打完再立，这个次序呢。可能下的不是特别好。对，那先搬之后再立，这就立不着了。对，这时候施敏俊就非常机敏的把这吃掉了。这吃掉以后，这外面非常厚。那黄老师，这是因为白棋这手棋损的有点大。对啊，那你本来的话，你立的话，白棋一手棋不可能下这么好。但顶多这。对，你要走的话，接一个，那差远了。那这两个亏太远了，亏太多了。所以这个棋呢，就是这个柯洁呢，这地方次序可能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是。黑棋吃，白棋立，然后黑棋这个时候把这个打回来了。对，这个棋呢，就是白把角上被黑棋打过来以后呢，这个棋，黑棋缓过，黑棋形势缓过劲了。那这样来看的话，这个打吃就便宜了。本来呢，当时呢，其实那个局面黑棋飞这个的时候呢，被白棋这样贴过来的时候呢，是白棋很好下的，尤其是如果柯洁这地方再下得好一点的话，可能黑棋当时就很难办。但实在呢，因为柯洁这个次序出现错误以后呢，被这个施敏俊机敏的吃回来以后呢，这个棋顿时呢，是有点像黑棋倾斜的这个意味了。对，这白棋这个角吃的也不是特别干净。对，主要将来这个地方被打完以后，这搬住以后啊，还有收气吃的可能。还有收气，这黑棋打了以后一接，这里面很对，味道很差。是，可能有什么缓气节什么的。你这个目数吃的还是挺小的。对。可以逼这个，可以跳，这也是这个棋形的要点。把这个扳住了。这手棋非常大。这个将来可能都很紧迫，因为这个劫并不是想象的缓那么多气。我们看打，就假设白棋是脱先，一打。假设这对于劫才有利啊，都算得白粘上，然后再一接住。实际上，我这几算先手，好两气。对，我再一走就已经变成紧气劫了。我挤完再一走，缓一气劫，挤完再一走就缓一气劫。但是我这一顶也很有价值，这手棋，
所以这里面呢，而且这都是一边收着控，一边收着木，一边那个什么，是非常的舒服。对，所以这里面，这个这里白面棋太讲，惨了，这对，白全吃掉也才对，十目棋左右，是的，十二三目可能。搬住，然后白棋接下来，靠的这个，然后黑棋挖上去，打，但是粘上，挡住，然后申敏君一边顶住，定型。切掉，长，打飞。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个棋呢还是一盘细棋，后面的定型还是非常重要。然后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凶啊。第一看是没有这种点的感觉，因为很眼见的这个白棋就要冲断了，对吧？但是不是觉得这样不太怕呢？我这样贴，这个棋肯定白棋是要长的，这个地方被黑棋糊起来，这个控效率太高了，他肯定是觉得这样能够冲出来。冲出来作战，对，感觉不太符合申敏俊的棋风啊。但是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形势这个形势判断有时候还是挺难的吧。他可能看白棋实控挺多的，他也不知道那个角具体定型成什么样，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地方呢要冲击一下想白棋，拼一把。而且确实这样下出来，好像白棋一下也不是那么容易拿住这个黑棋，所以呢，实战呢，这个柯洁呢靠了一个，靠一个，也就是为这个冲断做准备，哎，它是接的，哦，对，是接的。这地方可能大家有些看不懂，也是，因为你如果再走的话，它的意图就是它再冲断你这个棋形就没有棋，没有好的，因为你再贴的话，这被我一挖粘，那就白棋就太舒服了，而且你也不能往直接冲，直接冲就我这全被我这样挖打了，对吧？这个黑白棋可以施展一系列的对，一系列的，我怎么手滚劲，都可以，我这样打了打也都很舒服，我直接打也可以，直接打，所以这个扳不能跟着硬的，扳不能走。实战黑棋把这个粘对，上，也粘只住，此一手了。这个时候，然后白棋盘扳，形成一个莫名的黑棋是战斗，长，因为黑棋现在白棋变成要破这个黑棋控，本来这一块呢黑棋这个挺多目的，现在变成，来这个柯洁变成破控的一方了，现在作为黑棋方来说呢，他就要冲击这两块，把这两块分断了，因为现在从全盘这个控如果被破掉的话呢，从全盘的目数来说呢。是白棋占优的，白棋飞一个，飞一个就感觉这个棋形稍微很想这样加一加什么的，稍微有点松，加一加或者加了长什么之类的，想办法从这边拐过来，这个拐头也非常大。实战是，因为他也是若即若离的瞄着这个黑棋的断点。飞，然后黑棋打一下，打完之后先把这个断点先补上了，粘上。非常冷静的接一个，其实是不是还是他可能不愿意把这个白棋装得太厚，正常的那个补断应该是虎了虎一个，因为你这地方虎完必须走嘛，被白棋拱这个出来，所以他接也是。可以理解，然后白棋现在拐，对，白那棋，这个地方
就是感觉明显有一个靠，暂时不害怕是吧？它靠，它应该是，它就是，哦，因就为不你要要了，断它的话呢，它这是俩从字。这边贴下去，嗯，它是准备把这两个字弃了，现在，对，这黑棋吃的话也挺难对，你吃吃的很的，别扭，扳指有断，我大概也只能跳一个。跳，其实即便就跳一跳，你可能，嗯，我是怎么走好也是一个问题，怎么靠？而且你这个子，你现在是飞着的，你也得随时防着我。这边如果接先手的话呢，我把你断开。是。其实这个棋啊，柯洁啊，他也说不定就是这就双掉更好。这样双掉的话呢，你这个靠就没了。双掉是绝先嘛，这样也是可以的。对，实战是不舍得双掉，对，实在不是还他可留，能还想瞄着这个地方打吃来，再瞄着这个断，嗯，其他的借用，拐，拐的时候黑棋打了一打这个啊，白棋是提劫，然后黑棋是退。直接跳了一个。跳一个，实际上这个棋我要下个，我可能就那个双了，把它贴住了。嗯，这样看得清楚一点。对，这样能这样很顺畅的连上，我觉得还是可以满意的。他这个跳呢，反正就是呵呵下。不太明白是瞄着这个，我一般的感觉不会有这样的。或者下一手瞄着这个冲下去，他就跳。然后，哎，这黑棋没有先提劫吗？他先提一个不亏吧？他是觉得先他其实提他可这能个就是应吧？该提这个劫吧，这作为黑棋来说，你先把这个能打回来，找个什么劫，你这能打回来的话，这个地方眼见的是一个景气劫了呀。你白棋要再不走的话，我这一做眼就已经是景气劫了。哦，要不保用持扑，保我就持。挤了，我就收气就已经是景气劫了。你再不走，被我一接，你已经死了。嗯，有点烧眼。对，所以我接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个缓一气劫了，这个角上，因为对，你再不走就是景气啊。是，而且本身这个目数也很大，对。因为从逻辑上感觉这打完之后是要先一劫对，先先平粘一到，下。能够先把那个白棋逼的打劫逼回去的话，黑棋总是便宜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施敏俊呢，他没把重点放在这，他冲了这个。对，我们看这盘棋，可能这后点面手速是，还是比较多。这个劫是在现在是在白棋手里，对，白棋手里。然后冲的时候黑棋尖了一个。尖了一下，尖好像也是局部的定心的好先棋，黑棋挤，对。因为你直接顶的话，被白棋打的话呢，就很难办。黑棋这样定心，那黑棋如果白棋如果只能这样连的话呢，那就大亏了，相当于你什么都没走着，这被我拐出来，那你还不如双了贴住呢。所以呢，它这个尖呢是一个好棋，因为你再走的话呢，它可能要往外下贴。这样贴的话呢，你提的话呢，我再扳过是先手。因为本来的话呢，我如果先顶被我打，你贴我，那我这样是不成立的。提你扳，那我把那个上面给断了。所以他那个尖呢是局部是一个好棋，就尖完再顶住。尖完再顶住，黑棋就不能打了。这黑棋是，黑棋就只能拐了一拐了。个，然后这时候柯洁非常狠啊，这手棋确实很大，抢逆了一个收，对巨大的一个不是官子，因为被黑棋提过来这一接，这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缓一气劫。但是呢，这个棋的风险就是要这个白棋要被攻击。看实战，打吃，这几个打吃提都一是下，便宜，接住。现在这个形势呢，就是说。白棋呢捞了这一票以后呢，实地已经遥遥领先了。遥领先的话，黑棋这两块必须得吃，得有特别大的战果才行啊。如果你正常收官的话，控可能是黑棋不够了，是，因为这手棋太大了。
所以黑棋呢必须对这两块，这块或者这块有些薄的去进行猛攻了，现在甚至可以说得吃一块，说得更加的极端一点。可以跳一个呢，可能稍微松一点，实际上他这棋扳住就可以了，因为你如果断一个，这三个子呢是残子，我这弃掉都可以。我这如果能把你虎断的话呢，把这三个子弃了都无所谓了，我这里走了一个巨大的，你可能会先尖一个，先尖我接住。我实际上这棋呢，柯洁呢，他只要把自身这两块棋连上就行了，实际上。这就三个是子呢，可对，以弃掉。对，因为我这个打先手嘛，要分段我现在很难，所以呢，柯洁呢可能搬一个更加紧凑一点，棋形更加好一点。因为你如果不能断的话，那我怎么走都是我下一手虎到这嘛，总是比跳到这顶到这棋形总是要好一点。因为我这手是放在这的嘛，下一手，柯洁实际上跳了一个。跳这个，跳，这时候呢就会变得乱了。然后白棋是顶，顶一个呢，棋形可能也是跳一个好一点。微小尖，尖，飞，看着白棋这个也挺危险的，没有说活得那么的清楚。这时候就乱了，这个地方我这块没活，这块没活，这都是都看起来一眼都看不出怎么活来了，就是说白棋这地方定型不是定的不是特别好，他这时候呢，柯洁呢他先补了这个，因为他觉得正常走的话呢，把这接住，他可能怕黑棋点过来，这块棋不好活，确实也是这个棋看起来很危险，所以他呢觉得，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上面呢他有一些的暗藏的眼位啊，实际上他就先把这个做活，他想，然后贴，接住，把吃。这个时候其实应该申敏俊早就读秒了，但是这些地方呢还是很强，就是在这种杀棋的地方，也是这一并啊都是杀棋的要点，都下的挺好，就是给对方最少的利用，对，然后这时候其实呢柯洁是很危险的这个棋，他一打，飞一个，你下的很厚，因为被贴住以后呢，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这个地方好已经跑连了，好像，首先你如果跑的话呢，我再走长，我这一贴，你这是吃不掉我这几个子，你这要想飞吃我呢，这一冲，这有一吃，提掉，这一吃。接住，这跑出来了黑棋，因为虎的话呢，我这一弯，你好像也吃不掉我，你冲我就顺着冲出来了，而且你关键你这个棋你不跑这两个子好像还连不上，现在的问题就是，所以柯洁现在他也是最后这个地方不好连，一手棋连不上，这边先，对，他想这个地方呢，他又想利用这个尖的先手。但你直接尖呢又太损了，尖完这边这块，这块肯定有危险，所以现在先尖了一个，看你来怎么杀，当然他这地方他是觉得你这个尖在这很，他你在这边必须下棋，因为他这个地方柯洁他一直有个伏笔，这个地方局部啊有一个夹，下面有个打劫火，尖，好精妙，这有一个加黑棋粘上，实战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就这么走，然后尖，然后挤一个，这一虎这是打劫虎，对，这边是有先手，对，你现在这你要灭这个眼，这边一立就活了，但你这加的时候呢，你又不好杀，你如果再这样杀的话呢，我这一冲，长，这一接，我这一拐。我这可以单拖，对，如果先立，对对，你如果先立完再拖的话呢，这个棋呢
被白棋黑棋加这个眼就没了，经典手机。对，但问题我可以先拖，你再加的话呢，我打在这呢，这有一扑。是，嗯，那就是无论怎样，这个打劫是不可避免了。对，所以这个下面有一个打劫眼。对。现在白黑棋如果想灭这个眼来杀这个白棋的话呢，比如说我跳一个，它这中间呢，这地方有一靠，你如果走这个，嗯。我一断，你现在你不能被我这个地方有一打了一断，你可能只能吃，或者你不管走什么，像这样的话呢，我这个多了这个字以后呢，我这刺完呢，我这一双先手就活了，你不管走哪，我这一接住，嗯，就活了，嗯。所以呢，这个柯洁呢，他这一尖呢，看起来好像是。也是给黑棋留下了很多陷阱，嗯，是，嗯，看着好像是在活这块棋，对对对，嗯，实际上跟这实际上跟中间的眼都有、啊、都有关联，嗯嗯，实战呢，这个申敏君也是应对无误，嗯，对，提这个，对，不知道申敏君实战有没有发现你这啊，这应该看到了，这应该看到了，嗯、然后柯洁是直接没有先走，他先刺了一个吧，刺了一下，嗯、哦，可能先拐了一下那个小子。在杀之前先拐了一个，嗯嗯，然后呢，这个棋呢就变成一个打劫火了，局部。补了一个，嗯，打，飞一个，这先手，加。这个劫财就很重要，嗯，直接，嗯，接一个提劫，然后白棋冲打提，嗯，不提提。这就是一个生死劫了，但是也不一定。其实这个棋呢，作为黑棋方来说呢，也看要占多大便宜。靠了一个，嗯、好，提劫，然后接住，继续打劫。哦，接住之后，这里边还是打劫。对对，还是打劫货，先到这。接、嗯，接的时候黑棋是选择靠。黑棋只能靠，因为你在。你提在这白棋接就活了，你提它就一弯，它这棋是活棋、嗯、你靠它也是活棋、嗯、所以只能靠一个这个局部，嗯嗯，靠的时候白棋是冲，嗯，提棋是断、嗯、打，然后提，然后打吃它长、嗯、提，然后它扑这个提，然后这时候他挤了一个黑棋接，嗯，其实这时候可能每一个劫材都非常关键啊，嗯，都是致命的，嗯，他打吃，他提，提，嗯，然后他搬了一个，这个时候好像这个申敏君呢，他有一个一举获胜的一个机会，就是消劫现在。申敏君可能当时呢，他也有点一根筋了，我觉得，他想着这棋必须得吃掉白棋这块才行，但他没想到这样，因为这个棋是这样的，关是吧，嗯，因为这个地方断是先手，啊，断吃，嗯，不管是断哪个都是先手，所以呢，白棋冲过来呢，这个棋接住呢，他是这边是要硬的，你如果在这边补的话呢，那我这个地方断完。这一虎就出问题了，嗯，但是呢，他实际上他就可以吃这个就可以了。虽然说这样柯洁呢，他能活，嗯，能靠这个冲了打吃能活，但是这活的也是这边全都虚弃抛了。对，这样的话呢，白棋呢虽然活了，但是黑棋打完以后呢，只要收控呢，黑棋就要明显要好一些。再接到这个的话，嗯。
但实在呢，这个，池敏君沉浸在这个打劫当中，对，他就是一根筋想把这个外机打死，他却可能也没有时间去整体判断的形势，不太确定这个局面怎么样。那这个地方是继续打劫。但是这个劫材就很致命了，柯洁他多了这个扳以后，他本身这一些劫，而且这个这些劫材就不够了，多了这一枚劫以后，铺一个。你看，申敏君他都是损的，他已经这时候他已经不顾，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劫对打一赢。下打赢了，去断，去接住，上，提，打吃，提，去接，这个劫也很损，就将来打赢完之后，这个对，里边还是个这已打经没有劫。退路了。总的来说呢，这个申敏君呢，他一个最好的机会，当时就消解，是，然后白玉打吃，白玉是长。提。然后他找了一个这样的劫，这时候呢被柯洁粘住了，打吃，那粘住的话呢，作为黑棋方来说，他没有太大的收获的话呢，这块如果不能全吃掉的话呢，黑棋就不够了空；是，如果这块棋白棋能活掉的话，黑棋空就肯定就不够了，所以他必须得全吃。里面走了一个对，他黑类棋似只要大有头这鬼，个先手就行了，这个一路利先手就行了，他只要把这块棋活了就行，那他就利利，对，力士先手，对，这利下不走的话，这被扑死了嘛，所以呢，柯洁利，他可能还挡了一个，当时这个挡也是决心收官之前，挡跟这个交换了一下，对，之前挡的。对，在这个黑棋打的时候，他挡完，对，那下到这的时候，棋局也结束了。对，这个力是最后一手棋。应该说这盘棋还是非常精彩的，尤其后面攻杀的时候呢，申敏俊其实前面一直杀的都非常好，是，就是最后打劫的时候呢，这个在柯洁扳的时候呢，他错过了一局制胜的一个机会。我们看近来柯洁在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表现。非常擅长在劣势的情况下找逆到战转，机逆转。那对，之前跟卞相英也是类似的情况。对，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看那个胜率，他胜率可能是对手高，但是有些棋局还很，就是很复说很杂，复杂的时对，候，而且他时间呢经常是占有优势，可以在这一点上，是，对手呢总是比他早的进入读秒，是，所以进入那种很复杂的像这样必须杀棋的时候呢，时间如果不够的话呢，就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有时候。是，它也是一个时间战术，也运用得很好。那这盘棋最终是柯洁中盘胜啊，到对，这里的时候，申敏俊投子认负了。应该有一度柯洁还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估计他也被吓出一身冷汗。柯洁自对，己，我相信他下棋的时候被这样杀的时候，是，好，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那这盘棋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好，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